因为今年新冠疫情在澳洲变得很严重，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与我们曾经知道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——隔离。我们很久没有见面，但是空间上的彼此隔离，并不代表关系上的彼此疏远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广东的潮汕地区。广东人呢，大家知道是爱吃鹅，这鹅的种类也很多，比如说是白切鹅、烧鹅、鹿鹅、Z 鹅，还有乳鹅。据数据的统计啊，是台湾鹅的。那第二个呢，是鹌鹑。